说吧，他是你什么人？病人，我的一个病人。病人，哼，笑。病人不住在医院，怎么住到你的房间了？因为他伤势太重，需要我照顾。真是不打自招。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是谁。谁呀？逃犯。他是一个逃犯，现在满金陵城都在搜捕他，通缉他。 你怎么还引火烧身，把他往自己家里领啊？你怕不怕呀你？我不怕。你不怕我害怕呢？我不能让他连累了我，我去告发他。你敢？我怎么不敢呀？这是我的家，我说的算。表姐，你不能去，放开你！你放开我！表姐，你放开我！表姐。 何医生，你不该这么对待他。这都是他逼的。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何医生，你对我所做、所付出的一切，我永远都会记住的。谢谢。 于涵小姐，现在日本人正在全城搜捕你，你这副样子，你走出大门就会被他们逮捕的。可我继续在这儿住下去，肯定会影响你们夫妻关系的。你搞错了，我们不是夫妻。那她是？她是我表姐。 我知道了，那我就更应该早点走了。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再说了，你也不知道西门小姐落脚点，你到哪儿去找？我看，你还是静心养伤吧。过几天，他们自然会来接你的。别犹豫了，上楼去吧。 三娘，我先走了。 您都保重。保重什么呀？过一天少一天。怎么有人在哭啊？那是新来的两个女孩子。他们怎么了？还不是明天就要送到日本人那儿去吗？他们两个人啊，哭着喊着不肯去呀。是孝廉卫东大营，可不是吗？我要是不那么做，那日本人他能饶得了我吗？三娘。 你别着急上火了，还有，你帮我告诉那两个妹妹，别担心。明天我替他们去，你，啊，我再带个姐妹。这事儿啊，您就放心吧。明天下午4点，我准时到这儿。好，到时候我一定把你们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现在在哪儿啊，姐妹们？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觉得我这招行不行？我看你这招太那个了。太哪个了？反正我不去。
你这叫什么损招啊？啊，这简直就是送货上门！你们以为我愿意去吗？啊，我明明知道那里是火坑，是狼窝，可咱们为了完成任务，也得往里跳啊！只因为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再次进入东大营，才能真正接触到那两个杀人魔鬼，并验明他俩的正身。然后，老四说的有道理，这是一次机会，也许是最后的机会。是机会，咱们就得抓住呀！你一个人去恐怕不行吧？当然，我还得找一个伴儿。那你看我们三个谁行？小五，你不要提我！我告诉你，叶时秋，这种事儿说死我都不会去的。无量天尊，罪过罪过！看把你吓的，屁滚尿流了！干这种事儿是你过去的营生，你当然无所谓了。放屁！难道我生来就是卖肉的贱货，天生就该干这种营生？我是做过姚姐不假，但那是被生活逼的，被这世道逼的。妙玉啊妙玉，难道你出家当道姑也是心甘情愿的吗？你不是跟我说过，你父母是因为养不活你才把你送进观里的吗？啊，咱们还分什么高低贵贱呢？现在咱们只有一个目标，一定要把那两个杀人魔头的脑袋砍下来，为了咱们死去的亲人和同胞们报仇，为了被他们糟蹋和残害的姐妹们雪耻。其实我也不想去，但又不能不去。一想起小日本他们干的那些事儿，我恨，我恨得牙根都痒痒，我恨不得把他们像敲钟一样一个个全敲了。四姐，对不起，我不该说你那番话。明天我陪你去。还是我去，我倒要看看小日本能把我怎么样。我决心一定，明天下午还是我陪四姐去。姑娘们，快走吧。姐妹们，你们大家都别难过，你秋姐我呀没问题。走吧，秋姑娘。野天君，怎么样，这回可得看清楚了，可别像上次没等验明正身你就搂火。你四姐我长记性了，他们俩的样子你都记清楚了吗？就算是扒了皮我也能认出他们的骨头。今天你得听我的指挥，一会儿我去对付那个向景明，你去对付那个野田毅。为什么？这样才般配嘛。Yes.
下去吧。嗨，咱们就在这儿等老四和小五的消息。 怎么还没动静？真是急死人了！你想听什么动静？当然是枪声了，打死那两个王八蛋的枪声。那你十有八九是听不到了。为什么？这还不明白？他们今天晚上用的是刀。用刀？用刀好痛快！哎，哗啦啦啦啦啦啦！喝。 太君，哎，太君不喝，你喝不喝？啊，酒很好，人更好。再来一杯。再来一杯。哎，不喝酒了，不喝酒了。再来一杯。 向景军比着，我杀了150头，150头支那猪，你说我是不是英雄？ 李天君，承天君二人来电，请您和县君马上去他那里。 是不是？我知道。快！嗨！嗨！
情况有点不妙啊！听说你们弄来两个中国姑娘，不想说是不是？机关长是怎么知道的？我是干什么的？告诉你们，你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难道机关长对我们的私生活很感兴趣吗？趴下！ 别以为我关心你们的性功能，你们胆子也太大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敢玩中国姑娘？真是色胆包天！你们就不怕金陵女神把你们的阳具给割下来吗？啊！我可不是小题大做吓唬你们，那些金陵女神就像空气一样无孔不入。 你们知道吗？金陵女神正在四处找你们呢。妈的，又让这两个王八蛋逃过一劫。真可惜，我要是早点动手就好了。可不是嘛，我连暗器都准备好了。行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他们迟早都是我们的刀下鬼。 你们俩是帝国军人的楷模，武士道的精神领袖，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天皇，怎么向军部交代？再说了，我们日本也有很多很多漂亮温柔的女孩，她们完全可以满足你们的生理需要。 记住了，你们的生命不属于你们自己，属于天皇，属于大日本帝国皇军，明白吗？嗨！记住，从今往后，不许你们接触任何中国姑娘。嗯，嗨！石秋，你今天做得非常得体。 既没有暴露咱们的意图，又没有让自己吃亏，这比什么都强。大姐，你成天在我耳边嗡嗡，我还能不长点记性吗？好了，都给我好好睡上一觉，然后再另做打算。 情况怎么样了？情况很复杂。啊，藤田这个老狐狸，他好像猜透了我们的意图一样，抢在我们前面把野田翼和向井铃这两个杀人魔王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并且严令他们不得随意抛头露面，不得随意同外面进行联系，甚至两个色魔需要的女人都是从日本来的慰安妇当中挑选。这样一来。 给西门飘雪他们完成这个任务，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我了解，也相信西门他们的能力。只要向井明和野田一还在金陵，他们就是藏在老鼠洞里面，他们也能把他俩给扣出来。哎，西门他们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我没告诉他们。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怕暴露。 我是怕他们知道底细之后，事事都来找我，把我当成拐棍儿，这样对他们的成长很不利。嗯，这也好，把他们放在风口浪尖上锤炼，这也是对的。哎，可是你也不能撒手不管呐。不会的。
你放心，我会一直在暗中帮助他。这也行，在最关键的时刻，你再露出你是黄浦江的底牌。罗蒙啊，现在要赶快想办法摸清这两个鬼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是这样，我把所有的眼线都撒出去了，让他们仔细的查找，我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哎，老季，有个人有点意思啊。谁啊？何陆阳。何陆阳？对，他现在是辅仁医院的医生。从延安转给我们的材料看，这个何陆阳既有背景又有来历。是吗？对，你上次带人去监狱营救叶世秋和程小娇他们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他们拼命在后面追你们，当时也是何陆阳带着国民党的别动队在半路上把敌人截了回去，使你们顺利脱险。怎么说，这个何陆阳也是国民党中的有血性的抗日爱国人士了。应该是吧。心灵女神小队的白雨涵在战斗中负伤之后，也是因为他及时相救才转危为安，并且得到了他细心的照料。白雨涵现在在哪儿？为了能使白雨涵安全的养伤，何洛阳把他安排到了自己的表姐家。那一会儿咱们去看看他。可以，不过这身打扮好像不太方便。为什么？何洛阳的表姐陈玛雅家住的是个高档的别墅区，那儿经常有日军的高官出入，戒备非常森严，我们得小心。好吧，你安排吧。何医生，我求求你，快把我大姐找来，把我接回去吧。可是你伤还没好利索啊。可我一天也在这儿住不下去了。怎么，你还生我表姐的气啊？她就是个泼妇，你别理她。不，我不许你这么说她。我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我心里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我不想再因为我……哎，雨涵，我再次声明，我和陈玛雅之间就是表姐弟的关系，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怎么你不信？我看得出来，陈玛雅是非常爱你的。那是她一厢情愿，和我没有关系吗？可这对我的名声有关，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于我这样一个未出嫁的女孩子来说，极可能是致命的，她可能毁了我这辈子的幸福，所以我不愿意背这口黑锅。好吧，既然你执意要走，我就不强留了。我马上就去找他们。谢谢。怎么样，在我家过得还算滋润吧？哎呀，你在我这儿住了这么久，我也没跟您要房钱。嗨，你看我这人一说就俗，房钱就算了，可你总得让我知道你叫什么呀。陈大姐，我叫白雨涵，这些日子的确给您添了不少麻烦，真是太谢谢您了。白雨涵，白雨涵，嗯，这名字嘛，倒是有点诗情画意。人嘛，倒也还有几分姿色哈。怪不得我们家陆阳跟着了魔似的，丢了魂似的。哼，原来呀，这金屋里还藏着娇呢。陈大姐，看您都说到哪儿去了？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啊？你是不知道，在你来之前，我们家陆阳对我有多好，那是百依百顺的，
又温柔又体贴。可是你来了之后呢，陆阳的脾气完全就变了，像变了个人似的，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跟我吵架，昨天差点把我给掐死。陈大姐，这跟我没有关系。跟你没关系啊？你还敢说跟你没关系？我看就是你在背后挑唆的，狐狸精。陈大姐，您要是这么说可就真的冤枉我了。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跟何陆阳如何如何吗？哟，白雨涵，你这张嘴还真是挺能说的，还要跟我要证据啊？你也不好好想想，这么大一个姑娘家，住在人家家里一住就是好几天，我还需要什么证据啊？啊，我看你真是够丢人的。行啊，你既然要证据，我可以给你去取，你在这儿等着吧。陈麻雅，你放我出去！放出去！你在屋里好好等着吧。你你不仁，就别怪我无义。放我出去！马西马西，藤田机关长吗？我叫陈玛雅。哦，我有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您知道金陵女神当中有一个叫白雨涵的，您知道她？她现在就在我家里养伤呢。什么？一个金陵女神在你家里养伤？哎呦，机关长，您不能这么说，怎么会是我把他领到家里来的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不会向您报告了呀。是谁把他藏到你家里的？是我的表弟何陆阳，他是辅仁医院的医生。他有可能是重庆方面派来的，可能肩负着非常特殊非常重要的任务吧。你们快点派人来抓他们。我已经把他锁进屋子里了。嗯，我家地址是那个花园别墅54号，54，对对对，好的，我等着你们。你们马上带着人赶到花园街54号，把那个金陵女神还有个叫何陆阳的给我抓回来。嗨。金陵女神，她叫白雨涵，带走。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啊。是是。爷爷开路。上车。哎，太君，你们别走啊，待会儿何陆阳回来了，一起给带走。哎，太君，走开！我白给你们打电话了。
啊！命令，马上全城戒严，给我大搜捕！嗨。大姐，大姐，不好了！你回来的路上不干净，带来了一个尾巴。尾巴？嗯。看把你吓的！别害怕，他又不是外人。是谁啊？喂，你上来吧。西门小姐，是你，何医生，你怎么来了？啊，快请坐。谢谢。来，何医生，你喝水。谢谢。不客气。大姐，你们先在这儿谈着，我到那边看着点。去吧。西门小姐，其实是你把我引到这儿来的。这么说，你一直跟着我来着？也可以这么说吧。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可能是你精神太集中的缘故吧。何医生，你这次又冒死救下了雨涵，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我身为一个中国人，同时又是一个医生，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不用客气。不，我们是知恩图报的。哎，你找我有事吗？你们的白雨涵小姐现在已经基本恢复了，她执意要回到你们的身边。本来我是想留她多住几天，但是她坚决不肯。你们现在可以到我的住所去接她了。太好了，大姐，咱们快把二姐接回来吧。对对对，我可想死她了。好，咱们一会儿一起去。
贺医生，你回不去了。我哪回不去了？辅仁医院，以及你所居住的陈玛雅家。为什么？就是你的那个表姐陈玛雅，她把你出卖给了日本人。日本人在辅仁医院和陈玛雅家都设下了陷阱，正等着你往里跳。那你们的白玉环小姐呢？大姐，二姐怎么样了？对呀，二姐怎么样了？她在支队长的帮助下已经脱离险境了，你们就放心吧。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呀！不用客气了，咱们毕竟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帮助中国人，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你们的身上，我真的看到中国的希望。不用报告，从你们的脚步声中我就可以听出来，人没有抓到，对不对？季馆长，我们只晚了三分钟。三分钟，在战场上这三分钟可以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不乏许许多多成功与失败的战例。1905年，我日本海军在攻打旅顺口的战斗中，由于登陆时间与炮火压制时间没有计算精准，敢死队晚登陆了三分钟，这给驻守的沙俄军队以喘息之机。结果，我3000大和民族优秀子孙无一生还。历史是面镜子，事前不忘，事后之师啊！季馆长的教诲，我们一定牢记在心。好了，我不多说了，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嗨！那两个人我确实没找。这样，你告诉他们，撒开网继续找。好，那我走了。去。怎么样？那两个家伙现在还没有消息。他们俩会不会已经离开了这儿？现在还很难说。不过，我的意见是，在我们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说他们两个确实已经离开了的话，我们就应该加紧追查。嗯，我同意。我看这个任务还是让金陵女神小队继续承担吧。你呢，在暗中全力相助。支队长，让我马上归队吧。不行。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呢。我没事儿。服从命令。明天一早跟我回支队，等养好了伤再回来。这。约翰，先安心把伤养好。将来不愁没有任务。记着，今天暂时的休息，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同敌人作战。是，我服从指挥。
什么人？金陵女神啊！动不动我就打死！带走！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带我们去找向景明和野田毅。报告长官，广智新闻记者小岛川夫求见。小岛桑，小岛君，小岛君。